干豆腐这样做，老公一不小心吃撑了。首先准备不要钱的干豆腐，给它切成粗粗的细条。锅中烧水，水开下入干豆腐，烫1分59秒，捞出备用。起油烧锅，放入葱花蒜末炒香，放入红油豆瓣酱，小火炒出红油，然后倒入一碗我家的自来水，放入煮好的干豆腐，加入一点生抽，加入盐鸡精调味，小火炖5分钟。老铁们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川香干豆腐的做法，非常简单也非常好吃的一道下饭菜，一定要记得多煮一点米饭。另外还得厚着脸皮再为大家要一个小红心啊，老铁们就帮我点一个吧，就点一个就行。祝点击这个视频的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谢老铁们支持，感谢感谢。淋水淀粉勾芡，出锅之前放蒜末葱花，另起锅烧油，放入干红辣椒炸香，然后泼上热油焦香即可，非常好吃的川香干豆腐就做好了，请备足米饭。